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2月24号礼拜三个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处女座，在今天呢是生活非常的满意哦，逛街购物心情非常好。射手座的朋友今天是家人的聚餐了，享受美食没有压力哦。牡羊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有偏财运，小钱不断，而且呢乐透中奖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水瓶座的朋友啊，薪水不涨让你想要跳槽；巨蟹座的朋友感觉到感情有误会，而且呢互相冷战了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6，水象星座请你用黄色数字2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4。